港房，江西面房子阴冷肉，我两个字还是叫得特别像了。酒吧都没有个台港房，那个微将一微分为长句、生活句，对吧？老南庄的方法在这里都找得到，虽然好多年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搞个这个流法还是我们给起，到处可以看到一些封装的素式老房子。这里啊，生活指数还是特别的幸福。没些的讲话哩，那个啊，港房有自干个电影院、食堂、澡堂啊，体育设施、体育馆、体育场啊，还有医院，从幼儿园到大学，还有自干文化站、电视台，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到了这里，一起来感受呀老沙区的风采，大家跟我去走一走，看一看。老城区一直牵动着我们的回忆，那些与他在一起度过的日子，老街老巷的名字，一棵老树，一块旧砖，还有曾经在一起唠嗑的邻居，这些都是关于老社区的记忆。说起老社区，就不得不说上一句，有一种过去叫江坊，有一种辉煌叫江坊。原先在南庄有一句广告啊，叫女家风度难找港房，什么意思啊？可两个要找老婆就到港房去，没戏的，港房是美女啊。原先在港房啊，有将近10000多个女工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老朋友，这是老港房人，这啊最了解港房。你好，冯主任。哎，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哦，我们港房哎，我从二十岁时间就到过了，现在60多岁了，所以我对港房非常的了解。我们以前港房哎，就是10个30都有，不要住进，就是以前呢，我们到一个唐山街上去，出城门就是到城外，进那个进商店就是到各个南庄，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平时有很多生活所必用品呢，都在这里可以完成。是啊，另外还有自干文化站、电视台都有，都有都有，还有我们的闭路电视。哎，能够在各个港房经过了过多年了哈，也有好大的变化。能够去哪些地方会找到您当年的回忆？有个足球场啊，大礼堂啊，都是我们回忆的地方。我一个电影，我跟老头子个谈恋爱呀，就是在足球场哦，坐那个草地上哦，撒点子个。其实我都是老港房人的回忆哈。对，我们还有个好家个小家铺。有蛮有名声的，就是日干子手足个面，能要不能早家早饭吧？我们就这样子吧。夜了嘛，那个肚子疼嘛。就夜了。既然我累得早啊，早点的房间，要么老傻这个东西最好家，走，带路。老社区里的老味道，吃的不仅是美味儿，吃的更是一种情怀。今天阿志带您去的第一站，就是这家开了几十年的早餐铺子。哦，去过干是吧？就是那是小家嘛。就是干了20多年。老板嘞，那个地方多干个阿志来了，那个鸭子两顿饭那个店里，家都好啊，开个好多年家。哦，几光个面啊？那个阳春面，对，什么都阳春面。手工的面，几光个面味道到哪家了是吧？甘肃的。好，哎，给我来一碗。好。哎，叔叔啊，你这个面给用个哈，秋公面哈。对。你那也是老港房了。我在这里吃了几十年了。哦，一般家早点都在这里是吧？哎，我一般都在这里，固定不变。老家就你可以干是吧？因为这个味道蛮好，很我个味道。我家这种老店的氛围啊，都是你的尝尝哈。对。你好啦。好，我个面来了。夏叔叔。我面是太好吃了。对，干得早了哈。哎呀，早上家一碗面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礼包当官特别节目，个主题就叫啥？一起歌唱祖国。唱歌啊，我们两个人最拿手了。哦，你有哪一种啊？经常唱，而且我们在江坊啊，就是平时节假日都经常唱歌。哦，好，就讲，今天我们就一起唱出对祖国的爱，再那个祝福，好不好？好，来，唱首新的歌。共筑中国梦。唱一首啊，对。共筑中国梦，雄伟是山的梦，宽广是海的梦，蔚蓝是天的梦，幸福是百姓梦，鲜花是海的梦，翱翔是雄鹰的梦，远航是帆的梦，强盛是中国梦。
还行吧，还行，相当可以。好的好，来下面一碗手擀面，再配上一颗鸡蛋，配上一口面汤，老社区的记忆大门被味蕾彻底打开。我们接着和阿志一起去走走逛逛。在江坊有一个地方是老江坊职工都很怀念的。家里问古老家个面，还讲的是古老家个锅哈。今年我一年心中都有劲。走了，接下来我们到哪里？我还要带着几个伢子，我们老早们给老早们给改制了这么多年，那个老米嘛还没变，就是这个吧，就是这个的，就是这个门给。当年可是门都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哎呀，我胸罩了，一直是这个。对，我们今天过安个不咯？过几个安个？过几个安个？工房就是不一样哈。工房不但是南庄的工房，也是江西的工房，更是世界的工房。我们工房，工房的人民多好，那爱工房。哎，好像是来过多年下。你在哪里？你别话个工房个人呢，跟个这厂区啊，还是非常有关系的哈。你们原来都在这里头工作过啊？对。还记得原先一个家妹妹在一起工作的场景吗？记得哈。也是跟阿半个时间呢，电话都响。好多年了哈，对，一起做的。阿半是恁就是站得过来，哎，现在就是一窝不过往过来噻，那么稳当哎。笑。就算就是高速出行的，因为以前跑南庄的，你晓得不？感觉是没有站位置，我们是一个站站，一直把一个一个站站也站得过来，每秒个跑到啥时候就坐位。我原来都说过你们广丰总站，不要钱，我要走过。也是看呢，在沙场呢有说有笑啊，还种种过问哈。既然我们找回了当年的广告，我们重塑对祖国的祝福，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掌声鼓，掌声起立。咱们功能有力量，咱们功能有力量。对，给他鼓。咱们功能干几个有个。好嘞，飞呀，功能干几个管理。好，预备，走。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每天每日工作忙，搬砖呀，包了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整个世界变呀变呀呀。老江坊的厂门依旧还在，红色的围墙里留存着许多老江坊职工的回忆，在他们的心中，这里永远是他们的家。所以只要大家有空，都会约上几人在这里走走逛逛看一看。在江坊里还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下一站阿志会带着大家去哪儿呢？别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地保当家国庆特别节目《我为祖国献首歌》。今天主持人阿志带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江坊彩虹社区，带我们一起回味一番江坊老社区。阿志啊，我好跟你一个介绍这栋房子。这栋房子是我们江坊人的美好记忆，两句话个子，最后一栋房子。这栋老房子。老房子，而且这个房子是我20多岁建造的，前女在这个时间。对，那么来几句。对，我现在就是60多岁了。所以这栋房子呢，是我们活动啊，那个是的，碧露天使啊，打乒乓球啊，家族树啊，就是一切都在这里。所以说。老江坊那个娱乐生活就对，所以这种房子就是一直保持着，有非遗啊是江坊，所以我们个江坊人民呢，江坊的居民呢，对这里是非常留念的，特别有感情，有感情。连扎西单位，听你讲个，我们听你讲个，好。
江坊文化中心是集读书娱乐为一体的一栋楼，在过去大家在里面看书、文艺排练等等都在这儿。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江坊居民还是会时常来这儿唱唱歌、打打乒乓球。你的好歹好谁都有，我们都在这里活动，反正老娘们就是都在这里活动。你两个阿姨一起排练是吧？哎，跟着阿姨来了，你们在那个那里。哎，那阿姨那哎，我娘们你们够从够上瘾的我就来了。长得蛮好长得蛮好。哎，没回家去排练啊？对，我们没事。你们平时啊，我们个那个老人家平时嘛，有些个事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撞撞球啊，这段时间没有哪个地方。陶冶情操，陶冶情操，也是我们供奉那个文化中心嘛，老文化中心。你们得一家都在这里，没事是在这里玩。对，我们住都在这里嘛，这里个设施也齐全，所以我们喜欢到这里玩，我又喜欢撞球。走了呀，对我们也好。我来得早就不如来得及哈。你相信我们地保动干，他特别羡慕啊！祖国七十年发展，广告两位，从一下课，祝福我们的祖国，好不好？好的，好，可以。早早起来过。祖国万岁。沿着鲜花的长街。走向纪念碑，拥抱吧亲爱的战友，喜泪在飞，挥动鲜艳的国旗，映出山河美，检阅吧光荣的岁月，英雄列队，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天安门，欢乐吧亲爱的朋友，欢声如雷，绽放满天的礼花，看梦想腾飞，欢乐吧青春的年代，今朝更美。好，哎呀，这个嘛，这个嘛，这个嘛，好，这个嘛，就祝两位阿姨，永远快乐，身体健康。好，今朝更美，没错，今朝一定会更美。从文化中心走出来，我们接着往前走。阿张，我跟他介绍一下，是我们供奉祖旧庄。这也是做搞这个祖旧庄哎，因为是我们供奉居民的这个活动的主要场所，特别是晚上哎，晓得吧？所以这个也是供奉留下的一个最大的场所。对，我小三这个都玩过了，现在另外一个社区都不可能过那个祖旧庄啊，是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带过两个锻炼身体都是的，起来了。对。你现在有比赛不？有啊，每个礼拜都有。哦。我们有一个裁缝。足球队，哇，你是两个足球队，对对对，有足球队，可以，那你我晚上到了走一次，那个样子，这样子可以做那个，早上晚上锻炼身体很多人，耶，哪个是荣哥啊？哎，老弟，那个，哎，哈哈，老弟是吧？老弟，我是老朋友了，不是我们足球，不是我们那个老队一个队长。我还是老队长啊！因为我们国家保住身材，要平时要锻炼身体，要气质要出来。明早上就到这里。明天就是散散步了，那个还在叫了，等于是昨天这个基本就是基本个都没找了啊，就是那个状况是够了。我那是你是你一个结棍。不行，我们昨天闯过撞道噻，挂上了。不能怕撞道哈。乐队里面过桩的是要不不乐队的桩最说过还有冰桩的哎好多好多代表既然做一个代表好不好可以我们用一首歌来祝福一下这个祖国可以是我们接下来保障干的特别节目好不好那个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嘛哈那我就唱一首那个最美的歌唱给妈妈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是你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是你领我走上光明的人生路啊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嗦呀啦哩嗦啊嗦呀啦哩
听党的话。好，向导向导，下一点支持，下一点支持。从小在江房里长大的人一定对这个足球场深有感情，儿时约上几个小伙伴在这里肆意玩耍，累了再去江坊冰室里买根冰棍儿，似乎这才是欢乐童年的正确打开方式。接下来阿志会带您去哪儿逛逛呢？别走开，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地保当家国庆特别节目《我为祖国献首歌》。今天主持人阿志带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江坊彩虹社区，带我们一起回味一番江坊老社区。逛坊的故事永远都挖不完，我现在在做发现中，发现中晓得吧？晓得。但发现中永远都没有逛坊有名。我们逛坊蛮有名，确实蛮有名。哎，主任呐，我听话，逛坊还有一个好有名的东西啊。可能就是王母在府一座吧。我在府一座的。啊，我在府一座好有名声呐。哪里？因为就是逛坊，逛坊有个品牌，全都在名叫在府。所以我们的裁缝艺术团就是以我们广坊的北方的十二个一个品牌延伸过那个。哎，演了演了好多节目。好多节目。拿老多奖。拿老多奖。在南庄市广西城都有很有名气。这个裁缝艺术团成立了几多年？成立了从九九年吧。九九年呐、啊？哎，对对对对。哎，快二十年了。快二十年。是吧？哎，这个十年当中啊，我们裁缝艺术团不但是舞蹈街舞蹈。而且呢，在社区呢起了一个新的作用呢，起了一个资源整合作用，要服务了大家，服务了大家。我们发展到八百多年，八百多年了，对，国雄庄、啊，所以国雄庄就是在我们整个社区呀，是一支蛮响亮的队伍，蛮亮的一个队伍。对，我都没电话，有过多年的艺术团，所以社区是俺组织的，对个对个对个。我在艺术团组织了以后啊，对社区起了好大的作用。哎，当然了，邻里关系啊，是的，都搞得非常好。是是是，哎，国雄庄这种团呢，艺术团呢，一定要让我见识一下。好，这样正好，前面在那摆的，我过去看看，我到底在摆的。好。白脸是吧？你关心的节目啊？对。在跳舞哈。这个舞蹈叫什么呀？红娘。哇，太好了，太好了！我注意到这个阿姨呢，跟大家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了。我是领唱，他们是伴舞。啊，搞过去吧。那这样好不好？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机会。今天呢，是我们地保当家的特别节目，我们与拉口子过哎，献给祖国，好不好？老社区的故事听不腻也说不完，老社区里的烟火气儿也延续着青春的记忆。我们地保当家国庆特别节目《我为祖国献首歌》，今天走进江坊彩虹社区，也邀请了彩虹艺术团为我们的祖国合唱一曲。他们会带来什么曲目呢？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地保当家国庆特别节目《我为祖国献首歌》。今天阿志带着大家走进的是江坊彩虹社区，彩虹艺术团是江坊社区里的王牌艺术团，获奖无数。今天他们也为祖国高歌一曲。